社头的龙镇流行怎么样呢？要表演跳火圈。所以哈，我们这个龙组的成员那个时候呢，要稳定的带着又长又重的神龙哈，跟你过火圈而不被烧到，然后面对那个火的恐惧哈，他们就很骄傲的讲哈，我们的龙哦是唯一没有被烧掉的哦，就厉害哦。就请兴盛社的伙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各位呢，我们现在的兴盛舞龙哦，刚刚呢是我们新的研发，这个叫连续动作哦。那现在呢，我们来走到这个八字，八字是我们呢在做这个飞龙表演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哦。那个主要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龙的龙身，我们称为龙皮哦，要撑开撑直，这样舞龙呢才会漂亮。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飞龙团的每一个成员，不管是龙珠、龙头，然后呢龙身到龙尾，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你每一个人呢都要把表演做到位，把动作做到位，这样子的表演才是最精彩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来到这边的是滚水，滚水呢是最可以看出飞龙的气势的一个表演的动作，从我们的龙头甩出去的这个速度那呢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表演动作呢叫做带尾台语叫带尾那带尾呢就是等一下我们会从这个尾巴的这尾巴跟尾二龙头呢我们会从这个两节中间呢穿出去，那呢在穿出去的过程中呢龙尾呢会做一个翻尾的动作，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大家现在这时候可以看龙尾表演的好，给他一个掌声啦。那我们现在一样继续回到滚水的动作，好，大家来给他们一个掌声，非常认真，非常认真。接下来我们要来的是带丢带丢呢我们要到后面打一个小八字，我们就回到位置上面。这时候很重要，我们也是围着那个圆圈，要非常的圆，然后从我们的中间穿过去，好，然后一样继续滚水，好，滚水呢是算是我们这个飞龙的基础哦，舞龙舞的漂亮，滚水就要滚的漂亮，好，那再借由呢滚水呢来去呢接我们的许多的飞龙的动作，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灯光呢打在这个龙皮上面呢，非常的闪耀，非常的漂亮。接下来呢是我觉得最精彩的这个动作叫做带头带头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龙尾
尾从我们的龙头、哦、跟龙二、哦、中间穿过去，那呢我们的龙尾呢会顺势呢把这龙尾带高，然后呢龙头呢会转到你们观众前面呢来做一个把龙头翻过来的动作，来一二三，掌声鼓励。魂呢，就是呢，等一下我们会把龙呢捆起来，哦，卷起来，然后呢，来跟大家呢来做一个简单的行礼。来，掌声！在拜的时候呢，龙头呢非常的有气势哈，坐在前面的感觉呢，一定是非常的震撼。现在一样又回到我们的滚水的动作，好，那大家不要看这个动作好像把棍子甩在空中而已，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那我们的飞龙组员呢，在每天的晚上呢，7点到9点哦，都会利用这个下班的时间呢来做练习，才可以呈现出那种完美的表演。好，那现在请我们的右侧的观众呢，好，稍微给我们让一下哦，我们呢要滚水滚出去，那相对是非常耗体力的，大家再给我掌声给飞龙团。